大爱剧场，路边董事长。王志呢？哎呀，没男的哈。是童年流浪生涯中唯一能依赖的短暂温暖。阿娘，我都放心嘛啦，干免烦恼伊。进前赚无钱，唔敢回来，日子一定过来真艰苦，对无？刀子嘴豆腐心，严厉中透露着温暖的关怀。辛苦你啊！我敢真正有能力，家己饲这三个囡仔。从千金小姐到路边小贩，她从不怨天尤人，也不曾放弃希望。超越时代框架，展现女性坚强的生命力。路边董事长，12月9日起，每晚8点。